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西。是的，没有错，夏天要到啦。不晓得各位啊，球鞋啊、衣服啊这些准备好了没有？其实这个夏天穿搭，在这个行头部分最重要，除了刚刚讲的这些以外呢，还有一个重点就是饰品的部分。因为夏天嘛，可能大家穿的会比较单调一点，就是 T 恤配短裤或者是长裤这样子。来，各位有发现我今天哪里不一样吗？就是我今天阿妈棍底一点啊，我古尼噶这个 Ocean Bay 这个 Goros。好久真的没带了，跟新的一样。我想说，夏天不然再来更新一下好了。就是打给宅哥，问他说，宅哥，我想要升级营店的部分。他跟我说，好啊，你来啊，我们这边有营店，但是呢，我们台南也开了新店。我想说，到底是开台南还是新店？好，我有点 confused， 你知道吗？台南呢 ，Ocean 第二间分店开幕了这样子。我想说，不一样的感觉，因为 Ocean 的店他说比较大，说不定里面东西会更多这样子。那我想说，我就去台南店逛逛，顺便去吃个牛肉汤这样好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准备要开车去搭高铁。好好的逛一下这个 Ocean 台南店到底谁在上面款，也顺便更新一下我这个带了一年多很少还带的 Goros， 好不好？那我们就现在出发吧， Go！啊，是的，没有错，我们到了 Ocean 台南店啊，台南的天气今天啊非常非常的热情。那我们身后这一间呢，其实就是 Ocean 的台南店，其实蛮好找的，没有比想象中还好找很多。Google 一下其实就到了。我觉得很棒的是，之前我们像很多朋友就想要买银饰啊，都会私讯我说，台南啊，或者是南部有没有什么店可以买到 Goros 或者 TK 的东西？我跟你讲 ，Ocean 开在这边，就听到大家的心声了。以后呢，就不用千里迢迢跑去台北买银饰，重点是你在这边买，可以直接看到现场的东西，你可以享有 Ocean 的品质。Ocean 的保护还有 Ocean 的服务非常非常的超值，好不好？真的是，如果想要买银饰的朋友，真的是来这边可以逛起来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现在就直接进去看一下 Ocean 台南店里面呢，直接在下面看好啦。大家有够侪，行行行行行。你刚好看到门口那个嘛，卖淫正宗，所以可想而知呢，我们来到的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卖淫店，卖淫饰店。快点！我没上车啊！我没上车啊！看装潢啊，其实就会大概知道说这是欧选下来开，因为他们会有一个特质是木头的东西，木头的银饰柜啊，或者是木头的一些柜台啊。但是现在有点尴尬，就是说。因为宅哥不在，如果要更新的话，要一些折扣比较困难一点。还是我先打电话给他。宅哥，宅哥，宅哥，我在台南店了呢。我之前跟你讲说要更新，你在台北对不对？我在你后面。啊，你等一下。宅哥，我今天想要更新一下我的项链，然后顺便来看一下这个Ocean台南店。在下面看这样，因为观众可能还不知道说这边开一家店，因为我们开的比较低调，所以其实应该都不知道。但是你的实力不允许你们低调，帮我们导览一下这边好不好？我们怎么样陈列这样子？可以啊，我帮介绍一下啊。基本上，店内摆设东西比较简单啊，一样可能还是主要主打的可能就比如说像可能 Ghost 啊，或者是 TK 啊。那因为这几年还有经营一些，比如说像高山老商品，或者是有一些可能 Cozy 的东西，比较特殊的东西。那基本上在台南店的话也可以。等于说是台北有的，台南也都会有这样子，可以这么说。但是我们会把商品这样做个区分啊，可能有些东西只有火台南才有。比较好奇，因为你们主要卖的也是 Goros TK 或者是高山这些东西。对，那台南跟台北它的定位差别是在哪边？因为其实我们也知道，我们北中南的客户都买，就是都有多资讯嘛。南部要买一次都包一大票，好麻烦哦。对啊，来台南这边住个点，毕竟你讲的可能高雄、台南加一要上来台北，会真的会很久了。算是照顾一下中南部的朋友了，没错。因为我今天其实主要来目的，除了看一下这个 Ocean 的台南店以外，因为夏天到了嘛，这个是去年租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更新一下，真的是一年升级式装备，要嘛固定要报道一下，再麻烦再个帮我们处理一下，好不好？那今天你想弄就是把它升级成链子，可能部分的东西的话，我帮你做个调整。所以像这个链子啊，目前价钱大概多少？算买得着，你所有东西都算买。从你第一次拍影片的时候开始，第一个羽毛好像是40000多块。然后很多人看的影片，他就说我想要买阿信的。哦，那现在多少钱？照今年来讲，对，你那个羽毛现在如果你选进来，卖8万。这个在寄卖吗？不是。
啊，今天我帮你换细脚。好，细脚的话，就是说，如果真的你之后想再加一些可能小羽毛的部分的话，它是可以直接过的。好，脚帮你处理一下。与宅哥第三次接触，正面就好。哦，正面的。会有压力。欸、不一样，整体的感觉跟皮绳是完全是不同的。对，因为夏天比较热，很多客人不喜欢戴皮绳，是觉得有点接触面积不舒服。但是皮绳好处是它可以调长短，对链子的话，长度是比较固定。对，就是看自己怎么取舍啦。请宅哥帮我们逛一下这附近，附近很多吃的，我说店里的摆设啦，看那边那区是哦，我顶公像这样，我们来看一下。然后这一区特别把它框起来，比较不一样啊、哦。对，就是十二宫格展示系列那边，是会有很多的品牌的东西，比如说 TK 的系列啊，高龙的东西，或者是高尚的东西。那这一柜有在贩售吗？这边都有贩售，就是只要展示出来的东西都是可以卖的。各位朋友，真的不要担心说，哎、欸，他是没有卖非卖品干嘛的？其实他们店员小皮嘎一两店哥一定说亲切呀、啊，所以你就直接问没关系。因为我觉得发现有些人会去店上在询问价钱的时候比较拍谁，我觉得其实不用。那你们店上什么镇店之宝？这边有摆一些展示的东西，没有卖，基本上客人问我们就是这么吧。非卖品对不对？对，后面就是不卖。然后我们的容器可以看一下，当然可以。好，各位朋友又再次请门打哦，来到我们的柜台里面了，而且还有。小亮哥也出现了，眼前这一趴呢，就要洗这边的镇店之宝就对了啦。要怎么介绍起？因为哇，兵工相向、okay 啊，很多玩 GoOS 一定都是从木村开始。是对啊，所以你看这边就有一个木村最新的手环，双羽。双羽手环，还有四目。四目为什么叫四目？因为它有四个脸。哦，这边四个，对，四个脸，所以叫四目。都是木村拓哉常年戴在手上的，因为像 TK 跟 GoOS 这些品牌啊，他们都是有一定的穿搭性嘛，对不对？对于一些比较初期的朋友来说，你们会有什么建议参考的人或者是网站吗？基本上客人要找东西啦，基本上都是在我们 IG 上面去看。OK， 你就算没有组合的想法，你参考我们的 IG 的图片，其实很多，那全靠不完的、欸。还有我们自己定期都会去看日本的艺人、国外的艺人的穿搭， okay. 看到哎、欸，可能木村拓哉或者是藤原浩新的组合， oh. 我们就会把它。引用到客户身上，对，因为这个玩法真的太多了。对，还有什么要跟我们介绍一下？比较厉害，像小杨身上那个，都是老东西了，不是现行款的东西。现行款什么意思？就是例如说像上衣，嗯，你看我这个是上衣，可是我是前衣，现在没有这个东西，只有当初老爷子还在的时候，他亲手做，还有这样子的东西。哦，现在不会有这个东西，它算古董，对，高了是的。所以这个东西就基本上你就算开再高，你也不会去想要割啊，就对不对？玩这个东西就是会有一阵一阵，有一阵子我可能会喜欢金爪啊，有一阵子可能喜欢很老的东西，懂？高山龙老头子还在，对，六十几岁，快七十岁，所以他还有在创作一些新东西。对，你看像这个钥匙跟 LV 的手环，这时候好像听说全世界只有一套。这个是红宝石，红宝石的切割眼，它这样子是一套的，就有点像老物重建或者是老物改造。我喜欢这个是因为它的锁头可以锁在我的包包上面，就是把。把一些饰品融入生活会比较玩的比较久一点。看有没有介绍？像这个十字架也蛮酷的、啊，十字架的天花板。怎么说它是天花板？它是算所有十字架里面款式来讲的话最稀少的一只，本身的轮是金的、啊，然后背后呢又有带一个 GoOS 的点金。哦，我可以戴看看吗？可以戴，没问题、啊。哇，我的脖子不挡哎，就没动，没有。那你知道大概市价多少钱？我记得那时候日本拆五万日币。可是这个价位来讲，对他来讲，我觉得是合理的，是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太少了。中间还有绿松石，绿松石，对，配好配满的十字架这样子，打一只小鹰在旁边，我觉得是合情合理。那像你们两个就是收集了那么多的一些很有价值的银饰，那相对来说，你们在保养饰品上面应该会有小秘诀吧？基本上，我认为饰品是不太需要。刻意去保养，只要不要让它有互相的摩擦是最重要的。哦，因为摩擦之后它就会有一些痕迹、嗯。那基本上我的保养就是我都会把它分得好好的，不会让它有互相摩擦的机会，或者是什么拿一个袋子随便装。我因为我要摆好好的，可能觉得有点氧化了，买好一点的饰影布，大概轻轻的擦出它，就这样子。蛮出我意料，像很多朋友会私讯我说，阿信的银饰为什么那么的新？因为我很少来戴。那亮哥这种等级非常高的玩家，反而是觉得说不用去特别保养。对啊，因为其实这样的。
你正常的佩戴状况下，它是会有自然的氧化。那我觉得这才是它要呈现出来的感觉。就像我们在店里面，可能客人买完东西，我们在当下，我们就跟客人讲说，他哪些注意事项，或者是不能泡温泉，毕竟是接触温泉碰到它就会直接黑掉，一个很夸张，而且那个是真的不好清，就算拿回来叫我们帮你清理，我们就觉得很难。你说像有些比较真的比较黑比较脏，你们会送去专门的清理室那种？不会，其实我们就自己擦一擦而已。除非真的你拿去泡了温泉，那真的就要请专业的人。就看个人嘛，因为有些人会追求很新很亮，那个就是另外要去找个方式把它保持新一点。对，那有些会觉得说一直就要旧旧的话，就像刚才说的，放在那边给它呈现最自然的样子，这样子最漂亮。对，因为我说它就是个因素，它只是单价比较高一点。不要说哦，它很贵，说我不能乱藏，没有没有，就是稍微正常的使用， okay. 只要你摆放的好，收藏的好，那基本上它不太会有什么太大的损伤。好啦，今天非常感谢这个宅院亮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这么厉害的收藏，然后台南店我们也稍微大家逛了一下。重头戏来了，台南店这次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？我觉得一个行业能做五年以上都算是不简单。你们这五年有没有遇到一些很特殊、印象深刻的客户的事情？对啊，这样来来去去的客户很多，可是最后其实都变得比较像朋友了。有，我们也有以前的客人变得真的是超好，算半家人，我们一起去露营啊，什么之类的。那五周年啊，像在来买一客客人那么多，又认识很多所谓的好朋友，你觉得有什么话想跟他们讲吗？因为我觉得真的不简单啊，今天银饰店服务那么好，因为我去 Google 搜寻 Boros， 第一间跑出来是 Ocean， 然后上面讲说，哇，小亮哥仔哥服务超好的这样子。在这五年就很诚实很多的客人了，就是长久来对我们支持。那当然，我们也是希望说能够把店里面的一些规模做得越来越好。毕竟我觉得服务这种东西是一辈子，是我不可能开完了五周年，我下一年就收掉，主要是能够继续延续下一个五周年。他既然铺陈那么久，感性的话来讲，说到回馈的部分，有啦，这次我们五周年有想要特别请他老婆准备一个系列的香水，上面有专门在印一个我们欧选五周年的一个是香水，香水好啊，香水谁都可以喷啊，知名品牌嘞哦，大家看一下。会有三月十二，现在三月十二是我们的周年纪念，对对对对对，大概就是欧选五周年这样。所以就是准备了大概几罐要送给你，先准备了五组这样。五组，本来我说三组就好，他们说对不对？五组，那要怎么得到？就是很简单啊，看资讯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对，反正今天影片就这个样子啊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感谢。号外号外，刚刚说香水以外呢，突然间宅哥跟亮哥都给他起来呀，送那个 TK 的手环，哦，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欧选，每次来都凹到一些礼物，除了我升级以外呢，连他们都会准备礼物给大家。这次的话，多送你们这两个手环，这是TK 比较新款的商品，对。Okay. 这个是适合大尺码的朋友，是这个是比较稍微印第安风格一点。那反正这两个就让我拿回去给你的粉丝们抽奖，赞啊！是的，没有错。像如同刚刚仔哥讲的，这一次的赠奖呢，除了这个五周年的香水以外呢，还有这两个 TK 的手环，大尺码、小尺码，要怎么得到呢？就是看一下我的资讯栏啦，好不好？就是非常简单，希望大家一起来。共襄盛举，然后也希望大家如果真的知道买银饰的话呢，对，欢迎男朋友，对啊，来找欧选这样子。接下来重头戏来了，就是要结账部分啊，那我们欢迎小 P。为什么？对，为什么特别欢迎呢？是因为宅哥跟亮哥其实他本身比较长时间待在台北啦，那南部台南店部分都是由小 P 来负责。好啦，就是回到正题，要结账的部分来啦。今天更新这条链子这样拿捏完整，大棒五，对，细脚链的话，八五，对。有没有？没事啦，我知道，宅哥，你真的是对我们太好了，我不会再跟你杀价。你身上不会刚好有八五现金吗？啊！今天有准备，有备而来，对啊，就是来挖钱，我跟你讲。好，我刚刚好。OK， 那感谢大家收看啊！今天来欧选台南店的一个更新任务呢，也大功告成，也顺便帮大家凹到了这个 DK 的手环，好不好？就是这样子啊！感谢大家收看，买银饰记得来欧选哦，拜拜。